构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，是大湾区推进智慧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，而发展智慧交通是重要的一环。在广州，这辆巴士外表看来平平无奇，但是其实它内有乾坤，因为它支援 5G 网络，只要你有部 5G 手机，坐上巴士之后就可以享受一趟 5G 旅程。除了乘客位置，在司机位这边更可以找到一种与 5G 相关的装置，所指的就是司机前面这个黑色的摄像镜头。这个镜头对着司机，透过人面识别技术分析，就可以分辨司机有没有瞌眼瞓或者使用电话等的不安全驾驶行为。后台人就可以马上看到掉个车厢内的视频，可以核实佢当前的精神状态，甚至嚟讲发生预警的时咧，我哋有一个抓拍一个十秒的小视频，都可以看到佢当时的状态，所以可以即时咁反映佢究竟系咪真系疲劳。如果疲劳嘅话，我哋可以通过好多种方式去提醒佢，比如讲车上有啲声音。用咗呢套系统之后，信息中心就可以即时掌握驾驶员的状态，有助减少因疲劳驾驶而引起的交通事故。以前的通訊方式呢，就是可能會存在一個數據延時的問題。剛才講到，如果他真的瞌眼瞓的話，遲過一兩分鐘可能就已經造成一個很大的事故了。現在通過 5G 技術，它是低延時的，我們馬上可以收到那條預警訊息，馬上及時跟進處理了。現時在廣州特快巴士系統完善，就可以乘搭這款新型的 5G 巴士。港珠澳大桥的 5G 网络建设在2020年7月已经全部完成，大桥的内地路段设有24个基站，做到 5G 网络全覆盖。